有卡片吗？你好，姐姐。哎。您这有卡片吗？有。啊，你可以给我吗？那不行。我需要完成什么任务吗？切腊肉。切腊肉可以啊，我来。我先给你切一片。嗯。必须达到这个要求。哦，好，好。这不行，是不是太薄了？这不行。人了，呀，哎，你看你，你跟你讲，这边你就完成了，我就完成。切十片。十片。嗯，都要这个样子。好嘞。嗯。您是当地人吗，姐姐？是。这儿的风景真的太美了，您常年居住在这里是吧？嗯。您是在这里开店是吗？啊、嗯，我们在这儿开的农家乐。农家乐啊、嗯。来，姐，你检查一下。好，可以了。嗯。谢谢。嗯，不用谢。哦，这是剪子吗？还有吗，姐？啊。还有吗？还有，还有，那我需要完成什么任务？再切二十片。嗯，对。我再切十片行吗，姐？二十片，但是那个皮，也像这种，不能像你这种就不合格。哦，好。这种不合格。行。嗯。行。我是在饭馆工作过，我切菜是没问题的。我一看你的刀法也很不错。关键是您的刀好。姐，您有没有发现我越切越好？嗯，这一块一点厚，这一块。哦，好。嗯，没问题。都给您切完吧。好的。好，好，这不好切。对，这块不好切了，最后这一块。你能展示一下你的才艺吗？翻过了一座山，越过了一道弯，撩动白云蓝天蓝，望眼平川大步迈向前，感谢这人间爱。传承了千万年，亲邻好友笑开颜，梦里梦外喜悦春光暖。好，还有吗，姐？没有了。谢谢姐姐。不用。谢谢，那我去忙别的了啊。好的。嗯。哎。哇哦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
你好，你好，哎哎，你好，你还活着呀？为什么？你我也想要、哦，你也想要，行，一块学吧。好，帅哥可以吧？帅哥总可以了吧？帅哥也不行啊。可不可以，小妹妹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也不行啊。可以的话，陪你一起踢毽子。哦，踢毽子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，先梳一个，我想给他梳一个发型，但还没有设计出来。我太到咱们的趴了，我们俩最会梳头发了。那你看你两个谁？我们俩一起啊，他扶的左半脑，我扶的右脑。你有几张卡吗，姐姐？别上来这么直接，别上来什么叫什么？先给人服务好了，姐姐不能亏待咱们，对不对？哎，少女，那我们来帮您梳头发了。你喜欢什么颜色的发辫啊？喜欢哪一个？那个颜色你告诉我们。你说喜欢哪一个？加小蝴蝶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？哪个呀？喜欢哪一个？开心的呀，小朋友。来来来。先给这位少女啊梳梳头，不是，先那个捋捋头皮，让她头皮舒服一些啊。接下来一个按摩，按摩啊，对，按摩是对的。你看吗？吃一点，因为我们这个发廊啊，就是主要走回头客啊。您办不办卡无所谓，很不错呀。给小妹妹，你知道我都给谁做过头发吗？我给，你说谁？可多了，他可多了，真的可多了。那些人，那些头发都是那种五彩缤纷、五颜六色。冷少的头发都冷少，你听说过就是藏爱家族吗？那些藏爱家族都是我的老顾客。藏爱家族，我那头发都立着那帮，对。那你的发型是他弄出来的吗？我一看就是明眼人，我以前都是他给我做的。对对，他是我的造型顾问啊。给你编一头脏辫吧，小妹妹。脏辫，脏这个词儿怎么能出现在小姑娘的身上呢？编一头，编一头那个马尾辫。马尾辫。嗯，一头的。你看。来，咱们就这小姑娘，你看从小发质就这么好，哎呦，真的太棒，长大之后得迷倒千万男生，哇，你的前途似锦。哎，这行了吧？哦，哦，不行不行。你有听过那个笑话吗？那个小朋友哦，对，估计脸特别紧，是吧？对是吧？我已经一直揪着后边啊，一直给扎着，妈妈再紧点，对，够紧，够紧，对对对，现在不能有这个眼神，我知道这个。其实这个是对的，因为有很多明星，他们的皮肤特别紧致，就是都靠雇一个在后边撑着他，对，你都看不见那些人。你两个会不会？会呀、啊，一句话会不会？会把你气死的，那会会会会。会会会怎么会不会呢？我们最喜欢最做头发最厉害。哼，你看我的专业。你看，怎么你笑我？你看大姐看见这个头，她都开心的，她乐了。所谓我们做一切都为了快乐，是吧？嗯，是吧？姐，你看我这扎的还可以吗？可以。我说了不帅，要小姑娘说了才帅。小姑娘，你喜欢什么头发发型啊？你喜欢什么小发型？我都给你打包呢，这是。我等会儿啊。好可爱的小朋友啊！那可不得说人可爱吗？哎呦，真可爱！没给东西之前都说可爱。我的个妈呀、嗯！太可爱了！你想做什么头发呀？燕子。啊？燕子头。辫子。你喜欢什么样的辫子啊？辫子啊，对。人家喜欢辫子。喜欢什么样的小辫子呀？这麻花辫可以吗？可以。好。但是姐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有一种新的，就是。新的一种东西，就是说在网上不是什么网上的，在头上多弄一些这种发饰，然后弄完之后也特别潮，特别帅，然后你们班女生看见都会说哇你好美，她叫什么名字？杨舒涵。舒涵姐。舒涵，好名字，好好听。哇，这个名好美，真的没听过这么好听的名字。今天哥哥说你满不满意这个发型啊？满不满意这个发型噻？满不满意？这个小辫子可以吗？小朋友喜欢吗？喜欢这个小辫子吗？你想要这个啊？好，咱们再搞。别不开心，您闺女平时挺高兴的吧？啊，就看见我们之后就抑郁了。我给你做个那个小马尔济斯，他们那边说小狗的，在一个，我真的是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觉得挺好看的，别的越多越美，我看看。他喜欢小花，哎，你看，满头的花。嗯，对。这个都是什么颜色的？这是什么颜色的？
什么？橙色，对。Orange。你知道好多姐姐都是从小其实就像你一样呗。杨幂老师，杨幂姐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杨幂小时候就最喜欢这个。对对，公仔可好看了。嗯，就别的满头都是蝴蝶。真的，你若盛开蝴蝶自来，对吧？真的，蝴蝶看到你都要自卑。哎呦喂，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小朋友，有没有兴趣来我们月华娱乐？哇塞。这下边有是吧？哎呦，这我最不擅长了。这有卡片吗？有卡片哦。怎么能拿到卡片？你会打？我不会打。那你想拿到卡片就有点难喽。我不会打，你就标准降低一点嘛。行啊，你给我打吧。我给你打，让怎么？我打的偏一点。怎么算赢呢？讲规矩吧，你跟他讲。我们就打十一个球吧。打多少？十一个球。我这三十年没打过十一个球。那你说打多少球吧。咱打几个，反正你掉球你就输了，好不好？那不行，打几比几呀？一般都是几比几呀？三比二。三比二也行吧。因为我不太会打，来试一试啊。我也不会打。来试一个啊。来试一个。我也不会打。试一个啊。我是能弹这儿吗？弹这儿再弹那儿是吧？啊！哦，一个啦，你的你输了一个，我输了，那你牌给我吧。你发球啊！哎呦呦呦呦！哎呦！哎！看来你是真的不会怎么打哟。这应该找乒乓球运动员来玩。会打到赢就行，你谁帮我看着我赢没赢啊？你没赢，一颗都没赢掉。你已经输了很多个了。一颗都没赢，完了，你今天拿不到卡片了。一颗、哦、哎，好，赢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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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来你是真的不会打。那就发球吧，那就发球吧。我啥时候能赢啊？你差不多让我赢吧，我这太难了，这对我。拿个打，我陪你打一会儿。好的，陪你打一会儿，教你一会儿。嘿，这拍我换大拍好吧？我说赢一个，赢了一个。你还有别的球打吗？这我实在是不会。你还有啥题？你要拿到卡片的话，我们给你提个要求，可不可以？等会儿给你拍一张合影。哎，这么简单，现在赶紧，你早说，打这半天干嘛？拍张卡片给我得了。行了，你给我卡片吧。再拍一张。快，你跟他要，他有。好的。卡片给他。给你吧。就一张。啊，就一张。我只有一张。啊，好吧，你还有吗？我有啊。你有给我呀？你打不赢我了。你也拍了呀。你那你帮我可不可以帮我？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还有啥？你刚才条件提过了呀。啊，有个唱歌嘛。我叫你说唱啥？嗯，唱什么？两只老虎。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一个没有眼睛，一个没尾巴，真奇怪。耶、yeah! ！哇，好棒，快！嗨，你这痛快了，谢谢。你俩接着玩，我现在玩不会这东西。哎呦，有加号了。这里还有吗？劈柴。劈柴好，劈多少能拿卡片啊？劈个三四十斤嘛。三四十斤呢、啊？你们这要求也太高了吧？很快的。你有多少卡片啊？有两三张。有两张。来，你看我给你劈一下。啊，就这样。啊，就这样 ，OK。对，慢一点啊。好的。就这样，捋住。对，双手握紧。
对，这就行了。还是要劈，再劈一下。对对对对对，劈。劈多少呢？劈个四五节吧。咱说个数，咱说个数，要不然五节五节。这个劈五节。对。好，好，好。五节。五节。三节了。四节了。五节了。一个五节不行，要劈几个五节、哎、要劈这种的劈五节，这不五节吗？那五片、啊、那叫五片是吧？好，可以可以，先拿卡片，大哥卡片、啊、要左随便，左边带着右边带着，无所谓，都一样，没有。阿姨，哎，您手里有卡片吗？我手里有啊，但是你要帮我干活啊。可以，我来穿针引线。哎，对，你穿得多，我就给你的多。啊？你穿得多，我就给你的多。好，你有几个呀？我很多啊。好。一个。捡一个。小时候我妈干活都是我穿针呀，能干能干能干。两个。两个。您今年多大岁数？我今年四十多。五十八了。又五十八啊。看不出来，阿姨。看不出来，嗯，老年轻，但这里的，可能这里的山和水都好啊。我们这里的山和水很养人。哇，这个太小了。太小了，不行，慢慢穿。哎，还能干，能干，能干，能干。三个。三个。啊，你说你猜我左边是有吗？是右边有啊？左边。左边有啊？对，这边这边。就是这边吗？啊，不是这边，这边。啊，这边嘛。啊，这边就是右边嘛。啊，对，右边，右边。啊，右边嘛。啊，我摸摸下看有没得啊。嗯。好，还真有过，你看。谢谢您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那边有吗？还？那你猜我这边有吧？我猜您还有。还有啊。啊，那我接着给您穿。那就接着再穿。啊，嗯。这还真有点难，还真有点难。您平时自己纳鞋底？啊，我自己做嘛。嗯。我自己，我眼神不好嘛，慢慢穿嘛。慢慢穿。哦。好，好了。好，你再猜我左边有没得？有。有啊。啊。啊，我看看有就给你，没有就没办法了。好。好。我先摸摸再说。哎，还有一个，谢谢您啊，谢谢谢谢，谢谢您，谢谢谢谢谢谢，那我去忙别的了啊，对对对，谢谢谢谢。老师，您有卡片吗？哎，你好，有，来，我来帮你。会吗？我会，这需要一个巧劲儿，不能灌多了，多了，多了哈。哎，对对对，水再加一点，再加点水。对，这个要动起来，上面那个东西，对，要动起来。对，要不要不停？这个要不停的灌住才行。哦，对，你上面要动，这个要，对，那个完了就马上添。哎，不要不停的，不停的，哦，对，哎，这样不行的。好，我们做一下，你看看。啊，好。要不停，这个不，这边上面不停，下面也要不停。看这样，我都要磨完是吗？对。好。哎。哎，快了，还可以，慢慢来。嗯。用那个勺子。对。
不是咬豆浆的时候，要不是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对，往、哦、往后仰，它是豆子都跟着过来了。啊、哦，慢点，慢点，对，还可以。太粗了，这灌多了的话，这粗了就不行，这不好，不合格，不合格，对，不合格。嗯，我们邻居有磨豆腐的，但是我见过，对，我见过，但是没有操作过。太还可以了，人家不让我们动。对。把卡片交出来吧，啥都没有。爷爷，纯在这烤火的。有没有数字？姐姐，你身上有数字吗？我来看看。没有啊，真的假的？没有，没有，给我们一个吧。每一个角落。他们说这旁边大路上有很多。没有，那个姐姐说旁边大路上有很多，怎么可能在大路上呢？他们说了。姐姐有卡片吗？在那里面。有人了，小票，小朋友，啊，你好呀。你好，你有加减乘除出卡吗？有啊。那你能给我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完成我的任务才行。那你的任务是什么？你跟我过来吧。好，你不要给别人哦，我们偷偷的，我们俩自己聊天。那你先看我做啊。好。这样子可以吗？不可以。这样子呢？嗯。可以吗？那如果来的话，那你看我跳支舞啊。好。哎呦，拉到了！这么长吗？现在该你表演了。好。但是你要记住，表情和动作都要到位哦。那好，那我们你可以在前面跟我一起做吗？好。太好了，小朋友，你看一说就跟我一块儿做，真好。Thank you.
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好吧，你怎么看到我的？就是我有两本书，一本课外书，一本语文书。你要哪一本书里面的卡？哪一本书里面的卡好一点呢？那我不能告诉你。我两个都想要怎么办？那你只能选一本。那你都给我。不行。给我嘛。不行。给我嘛。只能有一本里面的。小朋友，都给我。不行，真的不行。行。锦鱼哥。那我要语文书。语文书吗？嗯，好。给。谢谢小朋友。不用谢。小朋友，等会如果还有哥哥来找你的话，你一定要跟他们说你的卡已经没有了，然后我等会再带一个哥哥过来找你，好不好？嗯，可以吧？锦鱼哥，锦鱼是这样，因为今天是一个独赢的游戏，先到的人有更大的优势。现在你有一个机会来选择，先行出发还是全员一起？记住，如果你们全部选择一致，我们将没收车辆。你们只能骑着自行车前往下一个点位。如果你们选择不一致，选择先行前往的成员可以继续上车出发，选择全员一起的成员骑着自行车前往。干啥？咋了？就等于是所有人选先行出发，所有人选大家一起，结果是一样的。对，那我就选先行出发的那一波。好，眼罩跟耳机干什么？我们怕你跟他们交代。我不会的，我录这么多期我是这样人吗？你是。我不会跟他们交代的。 车上坐着。我们这俩东西就是给你准备的。这是不是有一张？哎，那是你这边也有的。这可比干活痛快多了。早知道沿途有这么些，我费那劲，我跟人干活干了半天。我听见了，你接着喊。我不淘汰他还能淘汰谁啊？他一点都没有把我当做大哥。你这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这儿啊。我本来以为你会通过这件事情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，结果你这……我说刚刚我居然还想当锦鱼哥的大哥，我简直是太羞耻了。刚才我就在这儿，你怎么了？你醒一醒，我就在这儿看着呢。锦鱼哥，哦，我还想当他大哥，我在想什么呢？就该我被淘汰。该拉你走，真的一点没错。被淘汰是什么感觉？首先感觉非常的难过，很凄凉。没有想到小贾会如此辜负我。我就说这小子信不过，没想到他这么不靠谱，凄凉、孤独，而且我觉得我们根本就没有团魂，没有人想拉住你，对吧？都想保全自己。我想有什么想对小贾说的呀？做人要真诚，这个。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，啊，所以，做选择你要慎重，有时候就会付出代价，
就让这一段恩怨在我们两个之间消失吧。哎，小月月去摸了。月月咋样？月月，月月，累了。他这两张卡，咱俩轮着来，把两张卡拿，有一张怎么样？咱轮着来，你还能休息休息。对，轮着来。一人一张，干不干？干，干。哎，他也可以。行不行？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对，好。哎，啊，你刚才来这儿了是吗？我们看了一下，但是他说都弄完，我觉得太多了，我先弄别的去了。哇，这么厉害！咋样？行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来一张，快点把这个灌满，就可以了。这就叫小磨豆浆，是吧？对。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要转动才。我俩这多好，给你这按板都给你刷了。对，太会弄嘞。成，还有一颗，一人一张是吧？对，哎，哎，这玩意儿挺练啊。您这您，哎，还挺锻炼的。行，我姐啊，要啊，谢谢啊。咱跟师傅给他们炒一别的吧，那个好吃啊，这个你拿勺你就崴一勺，不是不是，对，这个肯定好。你看这是五花肉，然后这不是这个好吃，就这个倍儿下饭，这个边上这个是就餐这个好吃，对呀，咱俩吃饭你还忘了吗？你把这个你弄一勺，它那个特别，不然这个拌饭好吃，嗯，好吃，这红红的是什么？这没上啊，这是酱，拌饭酱，辣酱，哦，太辣我吃不了，哦，这好吃极了，对啊，我就说这好 ，amazing， 这个就是米粉肉，粉蒸肉，嗯，嗯。好吃，嗯，都走了，我饭吃完了。像刚才骑车这种运动量，对于你每天正常来说是，这个挺大的，这运动量，算你一天的吗？算你一天的了吗？一天这么多够了，就够了啊！有氧，你都吃完了？我也吃完了。那可不，走啊！这一轮的选择跟您去往光雾山的交通方式相关，一个是独乐乐，一个是众乐乐，优先到达就会拥有优先选择权。啊，行，所以我选什么是吧？对，我选什么？上山，独乐乐还是众乐乐？嗯，独乐乐，车怎么会是独乐乐呢？我还是选，没事儿，骑车也行。我选众乐乐了。你选众乐乐？啊，对。好，对不起，众乐乐已经选了，留给你的只有独乐乐。独乐乐的自行车，明白？去吧，就知道。来吧，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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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咱们去看，骑到最近的巴士去。咱们去坐巴士。那这段要骑多久啊？上山，往那儿骑，要去山顶。他们说山顶没事儿。没事儿，车是别人的。你们几个人选的？到山顶是多少公里？什么下坡啊？那么吓人，我都不用骑啊。这个车也全自动的。哦哦，可以，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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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生路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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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这是什么车？怎么自动走啊？我没有机啊，那车怎么自动走啊？这美妙的风景，让我感觉很聪明。
小鸟你好。张伟哥你好。你好。走啊，走走走走走，青春同路人，走。稍微减减速。咱俩唱一个适合唱歌的歌吧。适合。适合骑车的歌呗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哎呦呦，能不能过这坡啊？这玩意儿怎么感觉我有点猛啊？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哎呦喂，这屁股真疼，屁股好疼哦。这一脸鼻涕，我、哦，啊啊啊！来，大老师、啊，怎么了？您现在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留在这边继续等，第二个是骑过去。哎呦，好冷啊！你我有三个选择，能加个羽绒服吗？这是，我好太冷。还有一个选择是旁边有直达观雾山的小巴。不行，我这个钱没在我这儿，都在黄晓明那儿呢。我你怎么着？你想怎么着？骑过去。行啊，骑过去呗。骑啊，走。有人陪伴，你能陪着我吗？咱们能，你能慢点骑吗？这坡也，来，可以吗？哦，就是太冷了，主要是，谢谢。我们俩就是要一起骑回去，就这么省钱，对不对？跟那咱俩也不够俩人的钱，一毛钱都不会花呢。对，好，走，有钱一件，又走了，这日子过的。独乐乐还是众乐乐非常关键，我愿意选众乐乐。好，恭喜您，众乐乐可以选择乘坐凯迪拉克前往。请去凯迪拉克等待，但是不要告知其他人您的选择结果。我没吃饱，没给饭呢，没给什么，中午没给安排饭。啊、你那个是饭呢？对啊，那个能吃吗？那个？怎么不能吃啊？你没吃饱，你举手说你吃饱了。我去小卖部，我找小卖部，我有钱，我去买吃的去。汤类，羊汤，豆腐，这是小超市啊。没吃饱，青稞米棒。我没吃饱，老板娘，买点吃的，有巧克力吗？巧克力没有，铜锣烧，来铜锣烧，来根火腿肠，多少钱这俩？8.5，把你先撞过去。不是，多少钱？8.5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8块钱就行是吧？你赶紧把这钱花出去啊，大姐。来，大姐，8块钱，看你走一块。我没吃饱。我们去哪儿呀？我没吃饱。来，铜锣烧，你尝尝啊。这玩意儿太胖了，我吃不了。我宁可使劲吃肉，我都不能吃这个。太饿了，太饿了。我可以使劲吃肉，但是我不能吃这个。你选择毒还是选择重啊？你选择毒还是重啊？你猜啊。我觉得你应该选独乐乐了，这回。你咋知道呢？因为你上次选的众乐乐啊。那你呢？我这次，我不能告诉你。哎，你怎么有火腿肠啊？哪来的？买的呀，我饿了，没吃饱饭。给我1块钱，我卖给你。不想吃铜锣烧。啊？你选独乐乐还是选众乐乐？我不能告诉你。你上不上车我不就知道了吗？选完了就可以说了，我们都选完了。我都选完了。对呀、啊。那好吧，我选众乐乐。啊，你还
厉害啊！那走呗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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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呢，公鸡？你跟黄我怎么能吃独食？你跟黄景瑜待了一会儿，你就变了。我选的众乐乐哥哥。那走啊！真的、啊，真的，快快快！不是，我怎么又骑上这辆车了？我怎么又骑上这辆车了？我，他们忍心吗？我这啥心情啊？啊，合着一共七个人，就我一个最惨是吗？啊？那不还有骑自行车的吗？前面？他们比你早出发20分钟，他们已经到了。不还没完事儿呢吗？还有选择吗？别着急，别着急。没完事儿呢，还有选择呢。哎呀，我还动手指头，我现在身体跟心都很冷，但不过没有关系，我觉得没有这三个人没有一个要付出的吗？没有。我当时想的吧，都选留下，小明还嘀咕了一下，肯定都选留下，肯定都选留，他们都选完了，他嘀咕了还，妈呀，不用想都是这样的人，不用想也没问，他们都是这样的人，没事儿，小明哥，我没想到竟然被黑化了，我以为他会说亮亮还是我来骑吧。亮亮，这个任务交给我吧。你好，你好，请问您手上还有数字卡吗？忘记了，应该有吧。应该有吧？那怎么样才能得到？我可以帮你吗？可以。怎么帮你？豆子给我磨完，豆子磨完啊？对。这么多。行吗？怎么我怎么磨？我是转这个还是怎么着？像我这样磨。啊，行，来吧，我可以应该，学学吧。来吧，我来。哦，站你这儿。哇，这个还有点沉呢。对，这样一手带着这个。对。那我可以放多一点吗？少一点也多一点不行的，多一点要太粗了。哦。对，带到下面一点。嗯。希望带到这个位置。对对对。为什么？放那儿那个位置会轻松一点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多了。哦。哦，原来是这么磨的呀。这是磨出来是豆浆吗？对。这么多豆子都要磨完吗？嗯、这也太多了吧。不多的。还可以。还可以。那可不，专业的啊，就是有点累。我要磨到什么样才能给我卡片呀？好的，谢谢啊。那个那个哥啊，那个我们这个节目有时间，马上就快结束了。对，你那个手上如果有卡片的话可以给我了。好的、嗯、谢谢啊，谢谢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在那里那个灯下面。哎呀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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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吼吼。谁嘛，这是谁嘛，这是谁。嘿嘿，谢谢您，辛苦了。继续走。上面还有吗？走着。
看到了。一二哟呀，一二哟，谁马子谁马子谁？这是干什么？打乒乓球。一二哟呀，一二哟。你会打吗？啊，不太会，就能打，但是打得不好。我就打旱象。我的妈呀！怎么打、啊、这个？给一张嘛。没打赢不行的。哦，得打赢才行是吗？我、哦、不行，怎么可以这么厉害？双打。啊，双打了。哎呀，我天，亮亮哥可以啊！哎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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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牛啊牛啊牛啊！二比零还没接到。小明哥发球，小明哥发球，二比零。哦，好球！还来不及、啊。三比零。哇，漂亮！再来个，漂亮！还没有，三比赢，赢了，三比赢，哈哈！给卡，给卡，没有，没卡片了啊！来晚了，刚才我们输掉了，又是黄明昊是吗？不是什么村庄啊，这是什么村庄？亮哥，你问一下给谁了？你有几个呀、啊，君君？老多了，老多，那么些，我这啊，你哦，你比我还多呢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这五六个。这还有吗？这还有吗，哥？差不多了，走下了吧。走吧，回去了，回去吧。啊，太累了，试一下吧。我试一下，他还有吗？关键啊！哎呀，行了，差不多了，累了。不要浪费表情。四期了，对弟弟们的印象有改观吗？杨晓翔同学和小贾同学两人能成功，真的是有他们的道理，脑子太聪明了，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扛得住的。如果今天要结盟，你想选择谁结盟？我还挺想选严浩翔的。啊，今天他不在啊。啊，嗨 ，Justin 的小贾挺厉害的，每次都把我唬得一愣一愣的。啊，有他在，很多事儿我都省了。对，他帮我打前站就可以了。你不想唬他一次吗？我怕我唬不过他。可以试试。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选择，就是如果在两次选择中要放弃自己的身体，你会选择放弃他们吗？不会，至少有俊俊在，俊俊是跟我差不多的人，然后我觉得我们俩搭一块也可能挺好的，二傻组合，别傻有点不好，二懵组合，我觉得我来这个节目之后真的变聪明了，对人生又有了新的理解和认知，原来人生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我觉得我之前生活中被骗是有道理的，我不被骗谁被骗呀？发在群里的话，我失去的都会拿回来。那只是讲个笑话而已，那只是梦想啊。走了、啊，哥，加油！好的呢，哥哥，下个地点见啊，给我们留点吃的啊，把衣服穿上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待会留点肥肠给你啊。小明哥以前骑自行车上学上班吗？骑啊，我们青岛全是坡，所以骑自行车，上坡的时候贼累，因为大上坡要骑很久、哦。那不是常识吗？但是放学的时候就好了，放学时候下坡，放学就是全一路下坡。嚯，一帮孩子就蹬一下就一路全下去，一帮孩子全撞一块了吧？一堆人光光。我印象当中，我小时候最厉害一件事情是我去马路院买那个彩票啊、就是现场开奖那种彩票，有奖冰箱的，有奖。那个摩托车的，有奖汽车的，然后我抽了一个六等奖，我记得，是个三等奖，三等奖，不是自行车，哇哦，山地自行车，我骑着车抽辆车，哇，骑着自行车，完抽了一辆山地自行车啊。他们说重庆没有自行车，重庆青岛这种地方不适合自行车。小的时候穷，只能骑，只能骑自行车，没有别的交通工具。
我们这期的话题是选择，选择各种各样的，对吧？选择人生从一开始就没有选择，就被生到了这个世界上之后才能开始自己选择。那您觉得这些选择有什么，是不是到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所谓，之前还会觉得后悔啊或者什么，现在都觉得这些都是必经之路？对，其实啊，这个多了之后发现人这辈子都是平衡的，就是你一旦选择了，你就只能往前走，往前冲，但是你人生时时刻刻都面临分岔路，就像我们走路似的，你不能说我不走了停在原地，对不对、你必须得选，要不左、要不右、所以咱们不能被生活选择我们，我们要选择生活、分岔路就不错了，不是环岛就行，要不一直在绕绕圈啊，他什么都出去啊。对，其实我考电影学院也是选择，就在我小时候家里人都觉得当演员叫戏子，就是不太好的职业，然后我想了半天，我的性格呀就是比较内向，不太爱大声说话，那个时候小时候特别害羞，我在电影学院之后就觉得，哎，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可以，锋芒毕露了啊。但是我觉得运气还蛮好的，因为就你真诚啊，你做人好啊，还是会有人记住的。哎，有一个戏选中了我，好好拍，完了之后呢就一传十十传百，大家就觉得，哎，这个小伙子不错。听听黄明昊，听听好口碑是怎么来的。还是要有一些倔强劲儿的，我觉得。对。行，我先吧。来，小明哥。哎。现在是这样，因为今天只有一个赢家。所以先到的人会有更大的优势，接下来你有一个机会选择先行出发还是全员一起。如果你们四个人全部选择一致，我们将会没收车辆，你们只能自行想办法前往光雾山。如果选择不一致时，但是如果说有人选择先行出发，有人选择全员一起，全员一起的人留下了，先行出发的人坐车走。这是提醒我吗？那肯定是，那我估计大家都应该选择先行出发，如果选择全员一起的话，那最后还是没有车，那还不如就选择先行出发呢。确定吗？对，先行出发。嗯，好，那我估计我们四个人都会选先行出发。搞了半天一个也没有。哎，我看你那是姐八八，他看到了刚才你那八，这个是吗？关键你那是，我真的翻白眼啊，我的 PD 就把我往沟里指，真的去那个楼，你们导演说的往后走啊，你扣，哎，我可以拿去骗人，你把房号扣起来了，待会儿我可以拿去骗人，哎，我们可以拿那个卡去骗人。骗谁？骗黄明昊？感觉骗不了。你那卡太假了，那卡。那不是，那那个数字为什么会放在那个楼里面啊？原来自己的。哎，我天，浪费表情。我就说那节目组搞一栋烂尾楼给我找，这是宣传别人景区吗？我的天，突然间一不小心，一下摔到一个门里，捡了一个血钻。这边都找过了。失去了那个先天优势，哎呦，我找谁给啊？哎呦，这什么？我天，两张！我天哪，太牛了！路边发现了两张，七和六，可以可以。进去找找，进去找找。嗯，哪有？哦，哎呦我天哪！哎呀，可以，太牛了，这有东西啊。谁马子谁马子谁，这儿有，
这蜜蜂哎。啊，是蜜蜂。哎，你们好。哎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请问这里有卡片吗？这种卡片。有啊。有啊，哎。对啊。哦。但是我现在忙着。忙着，那我需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卡片吗？啊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助？那你得帮我一下忙，你帮我。帮一下小忙吧，把那个蜜蜂都啊帮我搂过来，然后帮我放在那个蜂箱里面，就可以给你卡了。他帮你找卡啊？是吗？他可以，他会咬我吗？不会的，我给你找那个什么防他防护服。哦，要穿衣服是吧？对对对，那上面就有卡片吗？你怕吗？那上面就有卡片，我直接拿不就行了？嗯，拿不到的，你一抖的话，蜜蜂会响，掉下来的。这是多少？9？哦，这不正好是9，快点。来来，你穿上这个，谢谢。这个，然后戴上手套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啊。这个怎么穿？不谢不谢。来。然后我们就是那个光武山专门那个养小蜜蜂的那个。养小蜜蜂。光武山正宗的小蜜蜂，正宗的那个土蜂蜜、白花蜜，也就是这个，我们就是专属这个的。哦。先手。土蜂蜜。帅哥，嗯，这样先把手放进去啊。手得放进去。对。对。哦。这边给我拿一下。哎呦，我天哪！OK， 他应该不会咬我吧？不会，他会蛰人的啊！不会的，不会的啊！戴上手套。好的，戴上手套。对呀、啊，但是摘了也不怕。蛰了，蛰了，蛰了，这个是蜜蜂吃食的啊！它会肿吧？我们得咬一点，我们专门拿蜜蜂来蛰。对对。哎呦我天，这么狠、啊！然后这样子啊，你拿那个要轻拿轻放、啊。轻拿轻放、啊，对。然后帮我轻轻抖下去。我盖上封箱盖就可以了啊，轻轻拿下来，对，轻，我来，哎，哎呦，然后嘞，然后放下来，放下来，对呀、啊，对，那我放到哪儿呢？抓着这里啊，啊，抓着这儿，然后呢？啊、然后抖进我的封箱里面。行，在哪儿封箱？封箱先过去吧，是吧？啊，对对对对，先过去，拿过来吧，别抖掉了哈。哦、好，好，这边迈一步，这里啊、哦。好的，我的天哪！这个就是，然后你取掉这个吧，来我帮你一下吧，好谢谢。然后你要，把这个扣解一下，然后轻拿轻放啊，不急。好不急。然后嘞，我放进去就行了。不行，要抖。抖一下。哦，怎么抖？一下，对，要一下，这样。哦，这了一下。这还来吗？不来了，然后取掉那个兜子。取掉兜子。对。哦，抖进去干什么呢？盖上封箱盖哦就好了啊，对，哇谢谢，那这个我可以拿走了吗？这个卡可以送给你，谢谢、啊、还可以，我走了，谢谢完成任务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还有吗？有，我帮你拿下来吧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我直接把它拿下来啊，谢谢。帅哥好帅呀、啊！哎呀，谢谢谢谢，您也帅。我经常看你的节目。哎呀，谢谢谢谢。因为养蜂时间少一点，今天你运气真好。因为天气好、啊、天气好啊，没下雨。要下雨的话，蜜蜂它不会出来的。谢谢您，不用走了，拜拜拜拜。走吧，往上走。